我有双剑在手，天下无敌。你这是什么武器？你猜。老头，你是打不过他的。他手里的这两把剑就是当今的王者之剑，当今的天都被他伤过。那怎么才能战胜他？除非你能得到失传千年的海神三叉戟。哎，不过那已经是不可能了。好，你跟我等着。海神三叉戟，没错。